豆干开吃。这是麻的。弟弟来介绍。超级好吃啊！像你们今天晚上你们所有下单的啊，连明天都是可以发走的啊。明天都是每天都是新鲜发货啊。买回去锻炼一下咬肌。这一次的豆干比以前的都要好吃，说实话，真的。这次做的非常辣，宝宝喜欢吃麻辣的一定要拍。还有前段时间买的宝宝有没有收到货的？收到货的帮嘟嘟说一下，嘟嘟家豆干好不好吃都可以评论。口味咱们都可以改进，因为这是我爸自己做的，可以调。好香啊，就是这个。吃着真爽。我发现我爸的鸡翅越来越好了，越炒越香。喝点茶。这茶我也在喝，我每天都要喝。